女士们、先生们、朋友们，你们好！我是中国博鳌书画研协会主席洪新田。至此，XuFancheng先生诞辰113周年之际，我衷心祝愿XuFancheng文化研究中心举办的这次中国文化印度文化关系活动取得圆满成功，感谢你们！中国博鳌欢迎你。